以下主播吃灌汤包，一口一个，不要太过瘾。先吃灌汤包，先来个肉的，这是素馅的，不是酱料，都不一样。这玩意一口一个，太贵了。秘制小汤料，有的有汤，有的没汤了。还是有汤的，他妈这汤挺好的，那果太多，灌汤包。灌汤包。